他们在越来越多的场合，或者是在不管是声明或者是在对外论述的时候，会特别提到联合国二七五八号决议，还有把联合国二七五八号决议跟他们所谓的一中原则去做一个连结，那或者是一个挂钩哦。那现在其实那个国际组织的会议也恢复越来越多实体的会议，所以这一块会是我们希望能够推动、希望能够改善的重点。那我相信这一块也是可以得到蛮多理念相近国家认同的一个切入点，因为毕竟台湾我相信国际社会都理解，台湾在很多实质的议题上面，不管是公共卫生，不管是航空的安全，不管是联合国永续发展的这些目标，我们都有很多可以贡献的地方。